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Namo Da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Now Number 4ga接下来看一下多闻巴呼萨迦，巴利语的巴呼，它的意思呢就是增加的意思，增加什么？增加我们的知识。而巴利语的萨迦，它的意思呢是知识或者是技术。多闻巴利语巴呼萨迦，它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要呢是要增长知识，要增长自己所学的技术，各位呢是要多加的学习。在这个多闻的意思里面呢，它所包含的是，那么是对自己的业务呢是非常的精通精明，也叫做是多闻。由此可见，这个多闻呢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必备的实力。没有经验，没有知识，没有多闻的情况之下呢，往往这些人是容易受骗的。所以呢，是各位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必须要呢是要增长知识，而且呢多加的学习技术。接下来看一下智慧本雅。所谓智慧本雅，它的意思呢是，对于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判断，而且呢也能够可以辨别是与非、正与邪。而智慧呢是能有辨别、如实了知的一种现象，而多闻是为了要增长知识而要去学习，所以多闻跟智慧呢，它两者呢也有不同的差异。智慧要简单来说明的话呢，就是对于任何一切事情，它能有妥善的安排，能够呢可以有高尚的智慧，也能够获得毗婆舍那智慧、道智、果智。多闻呢是必须要透过学习才能够可以增长自己的知识的，而现在所说的智慧呢，是本来就能够可以有判断的能力，有辨别是与非的能力。乍看之下误以为智慧跟多闻是一样的，仔细去思考看出这两者都有不同。有些人得到了多少的文凭，但是呢实际要给他工作的时候呢，他无法妥善的安排。当然就是呢，他只能也到社会的时候呢服从那么领导人的这个安排而已。至于这个有智慧的人，未必呢是他有得到许多的文凭，或许呢是他没有上过学校，但是呢要给他一件事情要请他去处理的时候呢，他就有能力呢是妥善的去处理。而现在所说的智慧呢，并不是透过学习而升起的，这个智慧呢是本来就有自己具足的一种辨别的能力。话说从头，要成为善知识的人，也必须要具足的是多闻以及智慧。布达萨萨南，布达萨萨南，吉兰德德杜，吉兰德德杜，布达萨萨南，布达萨萨南，吉兰德德杜，吉兰德德杜。Buddha Sasanam Buddha Sasanam Jiran Deitadu Jiran Deitadu